but not broken. I am the will of man, unbound by flesh.陳律師應該是我第四場玩還是第三場玩，我覺得陳律師都很好玩。哎呀，诶，好好玩，唔好玩咩？有观众又话，其实以前排刀公子啊，就雷啊雷呢个观众啦，就话觉得我啊实力就好参差啊，好废啊。咁但系睇咗实况之后咧，就觉得改观啊。佢话自从睇咗我直播之后咧，佢由呢个专一打上精英啊。咁样然后咧又发生咗好多有好多女仔揾佢啊，因為知佢有睇我台咧，咁啊變咗覺得啊共同話題嘅時候咧，咁樣就好多女仔同佢傾偈啊。以前佢話佢以前都同女仔傾唔到偈啊，但係自從睇咗我台之後咧，啲女仔同佢傾多咗偈。咁正路嘅，啊咁囂張嘅就殺出嚟，砰！哇撲街個塔，特別近啱啱。哎扑街，屌招三技系唔穿透嘅，戆鸠啦，呃咗招 MP 添。有观众又话，咁其实咧，我认为就，其实我觉得自己系有变嘅。我觉得以前嘅自己咧系比较追求实，即系追求个排名嗰个位咧系。以前打输都觉得好唔知点，但系唔知点解最近变到咧个人放松咗好多咯。本来咧，我本来成额头都系嗰啲纹嘅，而家咧自从个人心态变咗之后咧，额头啲纹少咗啦，个人望落后生咗啦，连啲学生妹都帮我补习添啊，真系唔系我自己吹嘘，事实摆在眼前。
我自从个人心态变咗之后，我觉得自己而家后生咗廿几年。其实打机输咗有咩好怕？生命满希望，前路由我创。I love Hong Kong。但系扑街只兵特登转弯嘅，咁多位唔转弯，依个位先嚟转弯。屌！哦，原来咁样玩嘅英雄。好简单啫，合埋眼都单杀啦啲咁嘅操作。佢我都明显，其实卡特莲娜好明显唔识玩，用招三技去食冰啊，用啲三技，我一食惊食冰而死啊！呢啲最笨柒嘅呢啲行为。咁样就冇咗六成血。佢嗰啲咩伤害嚟啊？咁高嘅，好似有啲感觉喎。啊！扑街，空一招技。啊！哇！仆街！好啊！好，好难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啊，其实啱啱招 Q 中紧啊，我自己真系手残。佢自己啱啱俾阿嘉文咧用，系咪嘉文啊？佢系冇鞋定咩咧？机人好似冇鞋啊，啱啱啊？佢啱啱行得好慢个位，我记得佢好慢嘅，真系冇得走啊！我自己失误啊，自己根本就唔使预位，中紧嘅佢个移速嗰个移速，你睇冇啊？咁慢355移速，真系中紧噶啦！我机行得355咁少，点解？会太少咧？真系自己失误。哎，仆街，删翻大厨先。哎呀，点样删噶？点解冇删到嘅？我用咗大技嘅。啊，仆街，招二招一技唔中，或招三技唔中。啊，招三技系咪要喐个？哦，移动就可以终止嘅，仆街用咗下添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唔系好识玩精雄，我竟然唔知道系咁样删技。我谂住，我啱啱以为咁多下大技系删技啊，谂落系咁大系几下系开技喎。你知啦，少玩啊嘛，个人唔懂玩啲英雄啊，俾走斩啊嘛。Emotions are only distractions. I am eternal. 咩排位啊？白金二低端，低端白金二。400好似冇乜优势咁样，好似唔得肥美喎。等我上路帮一帮佢先。啊，都系杀唔到。哇！嘿，高云，树人好似有少少走错位嘅感觉，系咪？以前话俾人虾，都系咁讲嘅。总之以前嘅我 OK 啦，学校。仆街死咗，玩啦玩啦玩到死啦，失误啦又玩嘢啦。啊！读完书个人，读完书个人就打沉迷喺电子度。中三冇读书啊，冇乜所谓啊。其实我读书啲嘢，唔一定话，咁样讲，读书一个人系咪一个人系咪点样讲呢？一个人有冇价值有冇用呢，就唔系睇你系咪真系读到书嘅，亦都唔会话喺你唔会话你，如果你话你想发达，唔会话
一個人如果成，如果一個人有錢就代表成功的話咧，就應該唔應該就唔應該讀書，因為咧讀書嘅人咧，因為大部分有錢人咧，佢哋都係唔讀書嘅。哇，咁样计中我啊！哎，扑街！我认为即系我觉得读书咧就唔一定话发，如果你话如果净系讲发达，我哋唔讲佢系咪一个成功人士，就讲要发达嘅话，其实就唔系话通常有钱人都唔系读书啦。咁但系咁当然如果你肯读，如果你读到书就梗系读书好啦，因为你读完书有份稳定嘅工作嘅时候咧，收入会比较多，比较稳定。你可能你遇到嘅。你遇到嘅，起碼你有啲有可能有啲錢旁身，到時有就算有機會嚟到，你都可能有珍惜下嘛。但如果你本身係冇錢嘅時候咧，你話好難有一個機會發揮。咁但係咧，我又唔贊同大家話真係要即係開直播揾錢，開直播揾錢咧就唔多嘅。如果你揾錢多咧，其實。你系要，如果你有打机揾钱咧，其实你本身都系要靠广告商揾自己啦，可以咁讲。Yes。直接推中咪得咯。如果廣告商，如果你就算開直播啊，點樣都，其實明星都係靠廣告商揾錢啫嘛。如果廣告商唔揾你，其實都唔會有錢。你自己諗下係咪？